那可不是你以为把车开了就能转，到时候会转的乱七八糟，你的项目都跟不上。省的都有体育台啊？没有，全国现在只有不到半数的电视那个省的体育频道，因为地方体育频道很难生，你那个大的那个比赛的版权都是央视的，地方能做。奥运会你不能做，世界杯你不能做，亚运会你不能做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再加上一些重要比赛都是央视的一家的。那广大还是广东体育频道主要是它播一些欧洲的那些赛事，那这个反正央视是开放的。欧洲啊，跟别的都可以。对啊。这个是，关键是人家 NBA 和那个欧洲足球那个地方，他本身不太愿意看到一家媒体主打，所以呢，他把那很多比赛都打成包，卖给你多少卖多少。你就是如果说是 NBA 说是哎，我只卖给你央视一家，你看看那个央视能把价格。